世足在开打，不少明星艺人也跟着一起封足球，像是歌王萧敬腾，不只是要帮世足赛来唱片尾曲，在家里啊还拿着抱枕当成球来踢，过过干瘾。还有人是从小就热爱足球，像是王世贤，尽管拍戏再忙，他说半夜一定要爬起来看球赛。不少的名模辣妹，还有中霸混血的裹脚夏维耶，都穿上球衣，热血性感的要替世足加油。 不止帮世足开场片尾曲，就连在家也拿抱枕当球踢。对于今年世足赛，老萧说不挑球队，但会特别关注阿根廷的梅西以及葡萄牙队的 C 罗。我就是球类运动，我都非常喜欢。而同样封世足的还有王世贤，从小就爱踢足球的王世贤，体院毕业组了一个明星队，平常有空踢踢比赛，过过世足干瘾。只要有足球赛，我都会。 偷偷的爬起来看，好身手就知道，Hengo是实力派，偏爱球风狂野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球队。而除了男生，女生团体 Dream Girls也封世足。一向以动感曲风充满热情活力的 Dream Girls， 日前还参加了森巴足球嘉年华的明星铅球爱心义卖。三位女生虽然没有特别支持哪个队伍。 但热爱和球迷一起看世足，感受着充满热情又令人着迷的狂热气氛。记者郑翔、卢一红，台北报道。